又换。哎，谢谢安安，好久不见。平安安，吃晚安，贝拉安安，洋洋安，胡子安安。没有，因为这个小朋友，哎，对嘛，这样好看多了吧？哎，贝贝，贝贝。哎，小妞安安，阿鱼安安，在观台的时候最早，米米安安，所以他们有要跑吗？应该没了吧？公粉今天死过了，哎，走了，哈哈，哎，很久没跑了哎、欸，哎，那天就是想说懒不会跑了。我想说请外援哇，哎，史安安，我还没跑完图，你们加油，好晚开台，没办法，睡醒了，在家练完身体了，不是要走那个门吗？待会我要换道具啊，因为待会里面能回能量尽量回能量。我在回顾之前的 building game 就突然开台了，哎，那再去看吧，那再去看吧。刚练完精神特别好，要看呢、欸。刚练完会有肾上腺素啊。我是练完之后就会累了啊。你刚到家不久，辛苦了。嗯，从这飞吗？你又被飞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我忘了、欸，好像这里、欸。啊！我还记得个头啊！啊！丢脸，那、啊、就是这边还是有办法直直飞过来，但太久没飞了，而且 Switch 其实没有手机好飞啊。这个你拿过了吗？对，对啊，因为你是在家里，学校补作业。恭喜，不是恭喜啊，加油！哎，本来没要开的，因为想说不知道玩什么。后来想想，哎，该每个礼拜带这只猫跑一下投胎了。哎，以后礼拜日，你要不要找东粉他们投胎？就免那个雪莉他们。礼拜日的三点，看看啊，如果来不及就我带你啊，因为红色蜡烛对你来说也很重要，你就不用担心，反正会剪完全部金人，金人是会全部剪完啊，那就是尽量去死，你死了才会变强。哎，时隔半年的投胎、欸。就很奇异啊。
尽量多多投胎，对啊，所以才说看要不要以后东粉他们投胎的时候找一下灵儿。哎，是我的幻觉还是地图有变啊？还是前面那一块？哦，这里这里。这洞变好大哦，太好跑了。小金啊，你这边没有捡吗？没有。好，先讲一下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对啊，很久没投了哎。看一下、哦，那时候珠子开始我就没有投胎了，所以半年有了。好了。就可以好了。嗯。哎、欸，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讲惊人大道就是这里啊，你这边没有拿过。这边会有九个，我都乱跑。哦，没事。我问你说另外别的地方。好了。好了。了。对，宝可梦珠子啊，就开始是没有在玩了。像你有没有看到下面其实还有一个？你看龙那个位置，下面还有一个，对不对？有吗？下面啊，下面斜坡下面，你有看到亮亮的？没有。有啦，有啦。等一下，游龙。哪里？斜坡下面，斜坡右边，斜坡右边。哎呀，那个不建议捡，你可能捡一个，但是被龙看到之后，你就喷了三四个走了。虽然现在有比较好捡啊，这是挑战你的技术。哎、欸，原来还有一个，哪一个啦？前面这里有一个，这里。对，好了。对啊，珠子半年了、啊。那时候就是因为珠子之后，我的那个、啊、每个礼拜六的投胎台就开始没有了。来。耶、yeah. ，好了。啊！我十，我原来白痴，我可以十二亿的哦。门，哎，好了，进化。不是啊，我的意思，我知道我可以十二亿啊，只是我以为要投胎，这时候要点确定。啊，确定。好，然后进去之后。然后跟你说，这边就是叫暴风眼嘛。你还记得昨天你观众不是说都喜欢跑暴风眼吗？有印象吗？然后这边你要自己下来，你先自己下来。然后跟你讲，因为你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个躺那个坐在地上的人？对。对，那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所捡到的翅膀给他。你给他之后，他就会亮亮的。对，亮亮的这就好了。那每给四个，你后面就可以拿到一个红色蜡烛。四个等于换一个啦，所以尽量弄。然后现在跑图啊，跑这边你优先点这个火堆，点这个石头人，它可以帮你回能量。所以因为你有没有看到石头在丢？我们这个就是红石，你被红石砸到之后，你会扣能量。所以你扣能量之后，就跑来这边蹭一下火。可以吗？嗯哼。对，反正就是你等下被砸到就知道了。啊，我现在先帮你把前面的火点一点。来，可以吗？然后这边这个石头它掉下去是有规律的啦，就是大概下个五秒钟，然后再走，两只手就可以走了。很常作息不正常，肯定的吧？宝可梦那么好玩，哎呦喂、啊！
好啦，二点了吗？啊、哦。然后我这时候路线会走这边。然后我可以用猴的帮你回能量了。啊，来，这走这。我当时很不喜欢投胎啦，因为我觉得东西不见重新捡那种感会很痛苦。但是我讲啦，后面我开始会跑图之后，对于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无所谓，不见再捡就好了。反正走走走，反正到时候都会在路上突然说，哦，原来这边有金人。你不用急，没关系，我只是要帮你先把前面的蜡那个火给点开。啊，这边千万不要飞哦，这边风很大，你跳起来会很容易被吹走。哇哇哇哇哇！走走走。哎、欸，你那个石头点吗？什么石头？前面啊，这边还有个石头啊，你没看到、喔？你先去点，我去扫一下。好，那往我这边走。哪里？嗯，另外一边，你的左后方，你面向的左后方。好，这里。对对对。哎呀，我真的很久没跑了，哪边漏跑的话，请见谅啊，聊天室的，请温柔一点的对待我，来这边。看不出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哦。被砸到了齁，这里好了吗？好了。我后面还有一个，好了吗？好了。我完全没被在哪里，没有，上次就是我在投胎，一直有人在那边给我讲说，哎、欸，我漏了几个啊什么之类的，我说啊就很佛系在跑，蜡烛那么多我是要干嘛，就佛系跑一跑而已，然后就那时候被激到，我想啊算了，以后不跑了，以后不开台跑图了，没有，虽然有些换个思维是说哦在那里哦，那我下次会注意，可是不是啊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。来，哥。呜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抱歉。来，去吧。我点了。好，那往前。这边，这边，我先去点。你慢慢来，我去点火。等一下，好。我要你等一下。你这时候黑掉之后，你靠近我，我帮你点火之后，你就会漂白了。好不好？有听到吗？有。好，哎、啊，都有点到啊。点到了。好，那我往这边走。
你不要再坑我了！你都 我怎么了？你都人家那个砸下来的时候，快砸下来的时候冲！妈的！不是，我只是跟你讲，我等一下往这边走。哎呦！坑我！你一直在坑我！我没坑你啊！等一下这边的火嘞，这边还有一个。那个人大师哎、欸，哪有？我刚刚就是因为你在人家的时候跑了，才被砸死的。蓝蓝安，我想以前这边更难跑，以前。三不五时就有雨了，所以很难跑。然后嘞，来我这，再来我这。你可以传送啊。等一下说要两个没剪，等一下哦、喔，你手给我，牵手这里，在这里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凶？哎呀，哦，白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过来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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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真的对不起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他吵架没有原因的。不是，我真的。啊，那你带我，你带我，你带我。我这边就这样子嘛，真的。讨厌，你有多讨厌？这里这两个。感谢珍惜的100小起点。不是哦，听我解释哦。你又想解释什么？啊，就真的不是故意，又不是故意让你去死的。好呀，啊，我站在上面有被砸到，傻笑。帮我吼一下可以吗？你应该没被砸到了。不是，你看我背后被砸到，很正常啊。这边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啊，能尽量回啊。那前面这边开始会比较凶了，因为你会看到，你等一下会看到隐隐约约地上会有红红的光，那等一下红光的地方都是红石会砸下来的地方，还要等一下一样去帮你点火。啊，所以我这边不会停。嗯，没有，不会停的是下一阶段，这是第二阶段了。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。那对，这边先回好能量之后，就是等一下。妈的几百。然后你等一下看我往的方向，它有两个比较远的，那边就看你有没有想要去捡。哦，这边会被砸死哦，呗。你靠近一下火，你靠近火，你靠近火。我回的还是比较多。好了，冲啊！干红光，靠腰。点啊，白日、欸，他那个跑很慢呢、欸，有够鸡白。等一下哦，电脑真的跑很慢呢、欸，这个我手机跑很慢呢、欸，我快被气烂了。
跑这么慢？哎、欸，我刚刚两个都点了，然后他只就是只给了一个。没事，你要再去点吗？还是换下一个了？没有，我两个点完了。哦、我就是因为在那边重点一次，我就是跑回去重点一次才会被打死。哦，都是手机的错。换一下哦，应该没红光了吧？OK。吼一下，吼一下。我发现，反而不站着动才会死哎、欸。我在跑过去的时候都是没事的。对啊，很常这样啦，所以才会这个有火堆啊。啊，你现在其实就是差不多已经可以看到石头就开始摸了啦，因为这边又不太好弄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来这，你来这，你来这。我今天很雷耶，你可以不要延迟吗？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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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不是，是我刚刚就是像刚刚前面点一次点两个，然后、嗯、然后他就是有只算到一个。哦。那你再辛苦一下。感谢珍惜的补血，可是现在补不了。应该把我撞死算了。那尽量摸啊。我零了耶。哦，你还是要往前走一下。已经燃烧弹剂了。屁了，啊！所以我也变石头了。嗯。所以那些石头都是之前死掉的人。对，所以才会说这些人为什么一开始不死前面一点，都要死到后面，有没有？嗯、你死在前面一点啊，我们全部救一救，方便多了啊！就是有几个喜欢走到后面来的。啊、所以走到最底到底可以干嘛？嗯，没有，就是有，就是越后面还是有几只啊。你看你现在跟着我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这边还有三只，下面还有三个，有一个特别远，不知道远什么的。很会跑。有喵喵喵，安安，是灵儿的声音吗？没错吧。剑姬越改越讨厌，偏偏红拉很缺。可是现在献祭有比较好跑哎、欸，我觉得以前真的比较难跑、欸，还是因为你不喜欢黑黑的时候趴在地上。可是刚遇会有妹子，那应该基本上是你吧？那应该不会在刚遇有妹子。哎，现在是没有。会有其他人吗？干爹干妈算吗？可是我都没跟他们聊，哦，不会啊，那就是只有我了。没抓朋友不会献祭，我那时候就是孤单献祭的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了啊，挂着等翅膀消失，还有18个翅膀。啊，所以点燃他们会有什么？每四个会有那个一个红蜡，最多没了。啊，可是你很缺红蜡。啊，那个会消失吗？不会。哪个会消失？就是点过的会消失吗？啊，他下礼拜就刷新，礼拜日的3点会刷新。刷新新的死掉了。对，啊，位置都一模一样。哦，真假的？嗯。所以你要爬更远，让他们更难，是不是？我还是要动啊！我不动的话，我不会变石头啊！哦，你以为这些是之前的玩家吗？对啊。哦，没有啦。然后那时候跑到这边，如果发现这个房间还有其他小黑的话，你要等他先祭完，或是等大概五分钟时间，他就问你要跳过这名玩家吗？啊，你现在是不是有个你上次变小黑在坠落？对呀、啊。对，那等一下你要往前走，走到前面一个白白的人，他坠落好久、哦。好了，我掉地上了。欸，他怎么变有点黄？为什么看着你的感觉很近，我的很远？
哦不，已经不是牛奶跟巧克力了，现在是什么奶茶巧克力？欸，变得好不亮哦，真的是胯下在发亮欸。然后你当你到了之后啊，你要点它一下。你要点他，然后跟他抱抱。简单来讲，那个亮亮的是光，你是石头。那光遇的设定就是你其实是石头，但是你是因为光才变成人，那么才有了生命。设定是这样啊。那你抱完之后啊，旁边会有一个光，你往那边飞。我觉得现在真的比较容易献祭嘛，对啊，比较，因为他有时候蛮靠塞的是，你跑最后阶段的时候根本不会被砸到。我那时候跑完最后一个的时候，我身上还有五十几个翅膀。哎，你这时候传送，你这时候传送我，因为这时候传送才可以牵手。你这时候传送我，可以吗？哦，好，带你走捷径。不然这边走过去要超级久。JT 安安，好久不见。阿爸，感谢 JT 的抖内，钱太多、哦，好好收着哦。啊！居然安啊什么？阿爸。哎，那就这里。接题猫。哎，这个阶段到底是要松开还是冲啊？我忘记了，要走还是松开？哦，要走。哦 ，JT 晚安。冲就对了，好。啊，我上次不知道，在这边卡了五分钟啊。那我们现在干嘛？等一下看一大堆仙族在我们旁边飞。我们要变星星了，是吗？我们等一下就变流星了。然后看前面这是先祖。然后碰到他可以拿到火，可是现在我们灰了。哦。感谢小妞送给呆鱼的。哎，呆鱼，你刚刚不是在打咯？关来了吗？啊，关了吗？啊，我那时候看到你玩谁？我忘记了那个虚空女王叫什么的，不是虚空女王，那个射手。金克斯。不是，虚空的。
学工作吗？对，他有什么打四层印记会爆开，然后大招是顺到那个印记身边的敌人。我说，他的 E 技能是 AP 伤害，远远的 AP 伤害，击中敌人的话有 CD 一半的时间，减少一半时间。AD 吗 ？AD 啊。他是射手。对，然后肩膀有两个很像无人机的。哦，我刚刚那时候看到那一场，然后一点进去，干抢我人头，就那么大声。那前面你会看到很多，就是你的好友在前面，有看到？啊？对。射手欸。对吧？他脸上有很像，那个叫谁？迪瓦的那个图案。女角男角？女角，穿紧身服。对。黑色头发，该不会是克里斯坦喔？克里斯达也不是吧？萨米拉，萨米拉是谁？那不管是谁，我没事啊，反正他刚刚玩那一只啊，就点进去，干抢我人头！你说有标记的，嗯。可是就是想到萨米拉跟那个啊，克里斯好像是萨米拉的吧？啊，凯撒，对对对对对，凯撒凯撒。哦，凯撒哦，凯撒不算黑毛吧？他不算什么？凯撒他是紫毛啊，黑吧？他是紫毛，那也不是克里斯达，他那么绿。靠腰啊，他头发是黑吧？你是说黑髮？他那么绿，我直接讲了哦、喔，而且我说穿紧身衣哦、喔。哦，紫毛好吗？好吗？来看一下动画哈。凯撒是紫毛啊，你说黑毛，我当然会推掉他。好多小白人。对，然后等一下那些小白人就是你刚刚翅膀交出去的那些人。挥挥手，挥挥手。来，现在看一下你左上角红色蜡烛几根。我动画还没跑完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哦，好，你慢慢看。耶、yeah, ，又可以装萌新了。几根？我不知道几根。嗯，红色蜡烛哎。对啊。那现在几根？你点一下，你点一下左上角、啊。全部加起来吗？对啊。12个。红蜡不要花光光，对，也没差啦。它红为什么不花光光？反正复刻的那个礼拜一定都会有红死啊，所以其实现在没差啦，对不对？现在其实红蜡都可以花光了，就只是他们会建议啦，就是现在红蜡至少留两根给复刻。可是现在就是礼拜五到礼拜日都有红石，都有红石事件，所以也可以不用留啦。哎、欸，你来这里，你先回来，有好康的，有好康的。你刚刚走到那边是不是有先祖？左右两侧有人。来来来，这里，这里有个隐藏的东西。你看这个，看这个可以拿到一个免费的，我不知道什么，忘记了，不知道是蜡还是E。看这个。哦，是爱心哦，哦哦哦哦，我他猜错啊，不是蜡啊，也不是E啊，是爱心。
秒嘞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看完你会获得免费的爱心，然后下面这边有一张有个地图可以做一下，可以干嘛？就免费的爱心啊，这里就可以做，因为每张地图都会有这个东西。我其实都没去做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那个其实有做没做没差，这个有做是代表说你今天可能被龙撞掉或是红石砸到。啊，你翅膀掉了一个，啊，你可以看地图说大概在哪个位置去捡回来而已。还有什么吗？还有啊，这里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我们去对岸。待完，为什么你能飞啊？你碰过先祖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还没碰过先祖，所以我还不会飞。哎，这边都是打卡景点。哦，对啊，拍照坐好，坐好。哎、欸，胖胖安安，好久不见。好了吗？那等一下你看我的画面，看我的实况画面。好了。你会看到我左右两侧的那些先祖，都是曾经的复刻或是常驻先祖。你只要花两个红色蜡烛跟他们解锁，他们就在左右两边送你一个爱那个翅膀。好了。那现在干嘛？嗯，就回家啦，往前走。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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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已经哎呀，不，等一下复活就有了。好喽，红心可以换一点常驻的永久翼再走，对啊，所以我说其实可以不用。对对对，门口这里还有一个小金人，他藏在这个门后面，所以等一下会再多拿一个，直接往门走就好了。走，啾！然后这边会看一下小动画，就是类似游戏结束后的那些工作人员致敬啊什么。才那么久，我不知道。啊，这么亮对老人家眼睛不好的。把你眼睛遮住。哎、欸，跳过，那就变成陨石掉下来了。就是哇，又重新开始新的新的冒险了。要跟我姐在一起。爱刚好100根爱，开心开心，走，跑图了，女人。小小。哦不，可怕的衣柜，别说了，我的衣服那一个柜子被点到了。走啊，跑图。那是什么鬼？啊？哈哈，那头发很丑。我很丑，会吗？会啊。
你等下抱起来就很有感觉了好吗？怎么说？来啦，我啦。你看，没好。看啊！哎，我想一下哦，四个。你知道我一直有个想法。哎。我看你的那个，你的 VIP 兔耳朵，我就想那种扯掉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拔掉之后真的就不像我了。怎么说？拔掉就真的不像繁星了、啊。为什么？真的啦，好陌生欸，陌生人。为什么？那时候就拔过了、啊。那你拔掉啊？你现在看，你现在看，你现在看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的耳朵也可以拔掉、哦。可以啊。不会、啊你是谁？很奇怪吗？超奇怪的好吗？很奇怪啊。超奇怪的。我觉得还好啊，不会啊。反正觉得你的兔都很碍眼。眼睛闭起来啊！嗯，那我要怎么捡小精灵？啊，为什么你那么多个了？我玩两年啦、啊。不是你翅膀不是重捡吗？没有，所谓的永久翼就是我刚刚有没有跟你讲？你只要解锁一个先祖的节点，只要花两根红蜡的节点，就是会增加一个永久翼。嗯哼。对，所以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啊，好了吗？跟这个有什么关联？啊，我现在接受永久翼就是直接是开场复活直接送你啊。哦。对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。啊，这兔耳朵怎么又回来了？嗯，长回来了。好扯、哦，还长回来。去做专题。拜拜。专题好简单。看了。那是粽子吗？嗯，对，是粽子，好吃的粽子，繁星粽子一颗10000人民币。哇，感谢渣渣揪团，怎么揪来这？又没玩萨尔达，在玩冷门游戏耶。签好。我你啊？不是我啦。你啊？不是我啦。你啊，被我空气墙啦！你干什么？下啦！啊，这边有空气墙啦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有屏障。欸？我上不去。你还在玩旷野？旷野？你不是玩王类了、喔？哎，感谢九团，赶快去休息，开台辛苦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可以飞我了。这边不是再高一点哦，这是被吹下来哦。在那边嘴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说那个在嘴我的。谁？洋洋啊。他就是被吹下来的，我就上不去哦。这个云好漂亮哎，你说我这个头吗？可爱吧？这款游戏叫光遇。哪有，很丑。这款游戏它其实。他其实不冷门啊，他是知道圈子的人会知道的游戏，但是他就是比较吃重花时间。之前看抖音有影片，对对对，这其实在国外啊，然后在那种绘师圈，就是会画画的人很多都会玩光遇。好，回家吧。啊，你好像讲我是意外欸。我说。这款游戏真的很多会画画的人有玩，所以我是那个外的。
哎，总会有特殊的吗？现在不在玩了。等下我换一下。我可以现在立马画关羽，全部角色画出来都没有问题。很多哦。画一个那个大合照。很可爱，但我好像玩有点不知道什么。对对对，这游戏的目的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就是社交软体，它其实就是社交软体。贝贝嘞，冲啊！光遇哪里冷门？很冷门啊，也不是冷門，我就说很吃重啦、啊。我有玩射击游戏吗？没。要表演一个现场，先把繁星黑米灯给解开吗？好，我讲一下哦。我现在是用 Switch 玩，所以你跟我讲一些手机比较好操作的，我操作不来，好吗？哎、欸，我很好奇，如果我现在坐在隐身沙发，你黑米灯，我会下来吗？你试试看、啊。还是你会继续是小黑人，然后会变成小黑人，然后带我？你试试看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就没黑过人，也没被黑过，你是第一个哦。好吧，那我来玩玩 看。我这样，我应该是背上会背一个黑人。哎、欸，断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啊、哦，好烂哦，回来啦。什么辣、啊？解开。等一下点不到啦。不好玩，不好玩，别，那个不好玩，所以很烂哎、欸。所以如果是小黑人，就是什么都不能跟你互动。但是真的把繁星封锁真的是蛮好玩的一件事。反正这游戏没有打架成分，只有被打的成分。哎、欸，干什么啦？哪啦？怎么了？哦，因为你没有讲。我也不用讲吧。我让你要讲啊，好吗？好了。那你们现在做什么？我们现在在捡一个叫惊人的东西，就是这游戏我们飞天嘛，你就想象你是麦块的麦块啊，你每飞一次是用你的一个爱心在飞。那我们现在在增加爱心的容量，你有看到这个黄黄的东西，上面黄黄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能量条，越多的话就是可以飞越多次。但是如果它归零的话，我们就会冰死。啊、渣渣什么时候玩王国之泪啊？还是其实有玩，你只是讲错了。好啦，好了，等我旷野王。啊，可是六月二号就有 Diablo 四了、欸，哎，是不是该？转去 Diablo 了。好，那这边来这边先请你下来，因为这边我要用坏坏的方式下去。好像一句话哦。嗯。不绝。来，走啦。为黎明服务。你太胖，下不去。不是，是这边太高，这边不够陡。滑滑滑，白痴哦、喔！那款你没玩过？我其实
也没什么玩过哎，想说从第一次开始，好好重新的了解一下那游戏。好了吗？好了。那就好了，就来。加 H 不行了，我今天超健康的，晚安，快去睡，快去睡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好了吗？嗯，什么？啊、哦，好了。阿扎晚安。对，就是我们现在要用上面，反正上面黄色就是血量条啦。一格就是一个血量，啊，我们都是在用血量在飞的。欸，你有来过这里吗？八人门里面，还没有带你来过啊？这里？对啊。我忘记了。那没关系。来，你来这边做这个姿势。哦，样样说有欸。来做那个白蝴蝶的姿势。Cups， 对，怪的。白蝴蝶。那你点一下你脚边有个图案，点下去。对对对对对，这边要用蝴蝶开门。嗯。元太早，元太全太早，哈，元太，抱歉。好了，那这样就。哎、欸，还没好。干 OK 黄星啊，没事没事。哎、啊，怎么那边还没好？哦、有了有了有了。哎、欸，样样来了，来，我们进来。哦，是要点石头上面的哦，自己摆姿势不行哦。那我之前礼拜六来这边的时候，我不是礼拜六都投胎捡金人吗？然后这时候每次这边有八，这边。几乎都是兔窝的人帮忙，因为这边要八个人才能开门。哎，放你在这里。总而言之，这款就是社交游戏。那你看不到黑人讲话，小黑讲话，啊，除非是用一些特殊的道具。然后你可以打扮你的角色啊，你的人物啊，也可以弹钢琴啊，弹乐器啊。这款游戏乐器做得不错。来来来，因为。其实跑图的时候想带你跑这里啦，因为这边蜡烛给很多，可是这边麻烦就是要八个人，所以才会不太跑这里。没事没事，
是啦。嗯。这款就是被称为很佛系的游戏啊。然后那时候刚刚不是说很冷门，原因是因为你去路上找十个人说光遇，还不一定十个都知道。可是真的有玩的话，都是会玩很久的啊。因为它不像阴阳师或是原神那些有打怪练功成分，它就是每天都在收集东西，然后聊天，收集东西，聊天。然后逛逛地图，欣赏美景。啊，你刚刚有捡金人吗？喂？啊？你刚刚树那边金人有捡吗？应该有吧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再回去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先捡。有啊。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回去捡。抱歉。应该是有捡。怎么繁星弟弟？哇，我很老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好了吗？好了。怎么繁星弟弟？好了，叫你繁星弟弟。你有四开头才能叫我繁星弟弟哎、欸。你四十几岁才能叫我繁星弟弟，你知道吗？我老，来，你有没有四十岁？哦，被呕了。哎、欸，这我们刚才拿过对不对？对啊，拿了。好，万圣岛，啊，我最爱的地方。好吧，兄弟，这季节的乐器换了吗？这季节的乐器，这季节还没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季节我也跑得很佛哎、欸。往下。不是，请问可以看一下我左上角蜡烛数量吗？我肯定不是新手吧？好，不要看蜡烛数量，那看爱心数量嘛，好不好？来，好了。目前在为国家服务，下礼拜退伍。哇，加油！快解脱了。太小了啊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的画面很可怕、啊。哦。明天要上班，晚安，上班加油。上班加油。退伍那位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来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其他其实也不对，就是每天扫扫地、出公务，偶尔还会出事，还蛮好玩。哦，出车啊，出事，偶尔还会出事，蛮好玩的哦。你也估很久了，就最近其实也是比较少人在跑了、啊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等一下。
哎，赶快休息哦，2:30了。来喽。Hello。别这样，没有啊，我刚不道歉了。那个，拿不到，耶、yeah, ！好了，走吧。好了吗？好了。下礼拜就走。你是海军陆战队的哦、喔，你是蛙人哦、喔，太猛了吧！对啊，哇哦，真的很刺激。哎、欸，小妞晚安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军人的作息怎么会是2:30还醒的？该睡了吧？我把螃蟹丢下去，拜拜！嘿嘿嘿嘿嘿。你在新单位放假吗？它掉进海里了。如果它是淡水螃蟹，你丢在海水旁那个海水里面那死、欸啊、真的、啊。然后淡水跟淡水鱼跟海水鱼一样啊，你把淡水鱼丢在海水里面，它会死。啊，不然你要去救它回来吗？嗯，算了、啊。你看吧，你才是那个狠人。哎、啊，是你放生的啊，不是我回家。啊，可是它还是会掉下去啊。想一下、哦，怎么跑？哎、欸，你回来要讲哎、欸，这跑的过程真的是很无聊哎、欸。我再看一遍。你好，你好，那这样就不用开台了嘛，对不对？前面喽。好。
好了。哎呦，有人帮忙开门，太好了。啊，王宏源安安，来，好了。来，来，好了。话说，因为端午节快到，所以脸上有粽子，对吧？嘴上啊，脸上。好啦，先测明天有模拟。好，晚安晚安，赶快休息，有空再来看我就好。来，好了。来，来来来，哦，来，好了。来，哎呦，好了吗？哦，我对油饭粽子有些阴影，小时候哦，对啊，这就是不好消化，而且吃太多会大肚子啊。可是我还好哎，我超爱吃油饭。那时候还小，吃了6颗超大的粽子，然后我家人那时候带我去医院，怕我撑开肚子什么的，就发现没事。啊，原因是因为我的消化系统把它们消化光了。啊，来，好了。消化系统好，可是我消化我的那个吸收不好啊，爬上不去啦，矮子。等下长高跟你讲，不要逼我。换你来，换你在下面。好啊，好，你放我下来，你放我下来。那你会跑吗？你放我下来。哎呀！哎呀，按到。都错边了。来。你看，我上得来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上不来？
我怎么知道？你真是太胖！你看我，哎、欸，我不用跳、欸，哎、欸。那我跟你讲，你下来之后我上得来，你说我太胖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上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闭嘴，我闭嘴吧。再看看啊，你看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没事了，好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就不是你，你之后用矮人面具跑脱，你就知道。没有，你刚刚是想说我胖。你刚刚是想说你相信我，我们用矮面跑脱会有一些阶梯，它就是上不去。你刚刚就是想要说我胖。来手。哦。不要解释呢，就是想说我胖。没有啊。好意思，没有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再牵一次手，这边风太大。宁儿，我在，哎、欸，我在哪？没有，这个是一个下树屋下面啊，你应该没有来过吧？不确定，因为这边平时跑图不会来。我在这，我在這。来。啊，没有碰头。红豆沙减重，哦对，后面我最爱吃的还是减重，但是那时候就是没有封黏果糖后，都是沾那个红砂糖，但是那个红砂糖每次都是为了减重买的，导致每次都是要吃的时候才打开，然后发现都结块了，呀呀呀呀呀。那这边是要把这些烧掉，让蝴蝶出来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吼一下，蝴蝶就会送我们上去了，回能量。放面包吸收水汽，是啊，放米就好啦。好了，好，样样晚安。
来。好了。来，好了，芒草哦，我知道啊。可是有些人会放一袋米啊，而且你要知道，如果放吐司进去，它有可能发霉。你看吐司吸收水分后，其实是会发霉的。小来，来哦，好了，来来来，好了，来，好了，哪来这妹？阿兵安安，
我来看这妹子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个画画很可爱哦、喔，那位。文心是啊，什么东西？我说那位阿兵啊，画画很可爱哦、喔。我没有，欸、我没看过。他头贴啊，他自己画的、啊。为什么没有坐下？没有。你要我回什么？什么回什么？你需要我讲什么？啊，没有啊。嗯，蛮可爱的。走吧。还在跑动画。好。啊！看。啊！啊啊！这是宝宝。怎样了？看到影片，然后看他居然跟他射的时候把他删掉。啊，你从历史记录里面可以拉得回来啊？不行啊，是 FB 随便哦哦，那真的是很难过哎。我在看什么？我刚刚顺手看到 FB 一部电影，就在那边看。好了没？好了。哎，我也知道，那时候看 FB 看着看着啊，找不到了，哎，好烂啊，回家。我瞎顾，有哎、欸，我找到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好笑！哦，你有点开，有点开找得到啊。如果只是在页面上看的话，看不到。你不下去哪？回家。回家。换瞎顾了，看一下哦，好，哎、欸，猫肉丸子安安，好久不见。真的是什么死人时间，对吧？而且重点还是，哎、欸，干、嘛？哎、欸，什么？他会自己吸，他会自己吸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很多有些人养无意嘛，最怕就是跑这张地图，而不小心，因为只有这张地图会有那种会自己吸上来的。然后，哎、欸，那我大声吓到我。哎、欸，哪有？就像你上次那个。喊我的时候一样啊，对啊，但是我不觉得你凶我，我想说怎么了，怎么了啊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上次也是叫我的时候，大声第一个字的时候，我也是被吓到。我说我没有吓到啊，我说、啊、怎么了，怎么了，怎么了？天，我以为你又关掉了什么东西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好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无意真的很怕峡谷。哎，我们昨天才一个干妈，他把他养了一年多的无意，不小心升节点了，他坠机了。哎、欸，龙月安安，
感觉这里要喝水，我都有在喝啦。隔壁的要不要喝个水啊？哎，这边是不是只有两个金人？来了吗？那他要喝吗？他肯定不喝。安盼，这边是不是只有两个金人？这里是不是只有两个？嗯，第一只就是在峡谷拜拜的，像楼下这一个也是碰一下就好，这个碰到就好了，有没有？骑在你身上了。嗯，两个哦，谢谢阿斌。你看，你还记得哎，你这个肌肉记忆。他要喝吗？反清回答。我喝啦，那你要不要喝？不要。有没有听到他不要？所以是我喝四八四，对，你不是要挡水？在干嘛？帮他回能量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可能要走捷径啊，需要回能量。喝水啊！吴奇那边可以换喝水。破碎后的惊人，我也跑很多次了欸。其实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已经连续投胎三个月，每天都在跑。欸，高高安安，该睡了，高高。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吐欸。哎呀，跑到 3D 晕了吗？不可能吧！你在干嘛？下不去。嗯。五岁当神仙哦！你看这个也是摸到就好的。只要当碟仙哦、喔，那要变成一个小盘子哎、欸。图奇自从我删了之后，搜寻记录就回不来了。哈，哇！欢迎安安冰淇淋新人安安，不是安安啦、啊，喝水，还喝啊？等一下，我喝，我帮你喝了。
帮忙投个胃水，好，谢谢啊，你帮我喝。啊。你是喝水吗？对啊。哦，我还是喝欸。那就是你的问题哦。啊，你是阿兵哦。想说冰淇淋新人第一次就来个喝水，竟然不是打招呼，肯定有鬼。啊，帮我举个白啦，非失败了。上面有个小金人。女人，举个白蜡。哦。点不出来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的能量应该够了。来来来，这里这里。好了。好。你会直接偷跑吗？不行，门是关的。哎，喝水。哎，不行，再喝下去可能真的会吐。再喝下去就要吐了。来这里 ，OK， 好了哈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啦，我刚说好了。好，哇，猫肉丸子安安。来，好了，哦，你应该是第一次进来这里面啊，应该吧。好，那你有看到金人吗？
有吗？有拿到吗？有。好。阿斌，这个你就没看过，对不对？表演技。啊有，你有表，你有来过，我有印象。那时候你那时候还没有退。啊，梦想啊不，表演再来是破碎。包是什么？那个是萨尔达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飞不上去。你破碎才退，没办法，当时鸽子他们也都没玩了。那个蛮好笑的，然后那个是旷野之息，不，萨尔达里面一个长相挖花野菜的人，然后他在帮人家加 buff 的时候会讲这个东西，就加 buff 啊，增加包包容量。来，好了，好，该飞不上去吧？飞不上去算了。啊、那个雅哈哈也是啊，你没玩不知道。那请问我最近这一个月在玩的游戏，你都没来看是不是？我最近这一个月都玩萨尔达。有没有那个可爱的声音？可以趁侧边没有没有那个。那个云被修掉了，它下面那个洞不见了，它超坏的，它直接把那个洞补起来了。我不要。它超过分的，你说旁边这个缝的云对不对？不然我每次都是跑那边，结果有一次开台跑那边，发现说，奇怪，是我的问题吗？还是被补起来了？然后。就有人说他还是过得去，但是我说那你来示范一下，就他过不去了。我说啊，你不是过得去，他说就偶尔过得去啊。我说那你示范嘛，然后就他怎么试都试不过去了。哎，不给人家台阶下，不是哦，跟我讲过得去就示范给我看嘛。对，盾下面是比较轻松，飞上面你还有机会，还有失败的机会。来咯，啊，怎么有人躺在这？来吧。好了。但成功几率很低，对啊，就是要靠硬挤，有没有？要挤到地图外去。就是要人乖乖搭车啦，不能当叛逆的光子啊，不能当逆子的。那云野一图趁，好像没改。你是说右边的那个云吗？往那个蜡烛那边撑过去，好像没改。准备咯，来，好了，那我们待会
等下再回家，要再跑一次峡谷，因为他还有个滑行赛道，有个技能要捡。这边开始会比较久啦，技能的点都比较宽。来，给我你的手。有小金人哦，对啊，等一下哦，这边是自己摸到的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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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北七被带走了。这边是蹭到就会自己在身上的。Hello。有吗？有摸到吗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回家。完了，我不会说英文。Welcome， 好烂。哇，龙月这么造的吗？一直复制人家的推花。来，我们来，回家回家，并没有。坐缆车那边的话，我以前是也不能飞太高，飞太低，太高的话会有风，对，会有风往下吹，就是要蹭云呢、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现在是用 Switch 微操不太好，微操。What the language do you？ 咦，我会念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、啊。阿兵，你英文不是很强，帮我救我，阿兵救我。哦，我们在说什么语言呢？中国话。龙月哪是破英文？天哪、啊，好的呢，好的嘞，呜。还是你把我去 Google 翻译了，这是我会干的事情。没有说我啦，我会干 Google 翻译的。我们要讲什么？台湾，你说什么语言？台湾。来，
好骚。等下木土可能会回来两次三次，因为有些路不太通，蛮麻烦的。啊，我刚刚应该直接从哦，没事没事。他会尝试翻译，可是讲中文跟英文不一样哎，他怎么翻译啊？哎，有没有跟各位说，英文还是很重要，要好好学，不然，看有外国人来你的频道跟你对话，你一问三不知啊。来，这个剪完后就回家。摸到就好，好了，回家。会不会累啊？3点多了。好了。好。那我们出发咯，前往恐怖的木土咯。最后一个了。还没啊？没有，还有一个金哥。对啊。木土会跑比较久一点啊，因为木土有3张地图要跑。Plus， 有活动，欸，有曾经的季节地图，像这个叫深渊季。下一次复刻就轮到深渊季的名单了，就是他每3个月会多一个复刻的那个助列，所以下一个轮到这边了，就是这个季节开始，我们的光子会游泳。欸，坐下，就是这个季节，光子开始学会游泳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在这里？来，来咯。好咯。好。游泳咯。这边要开门哦，要自己开。
有你点他门吗？啊，有门吗？有，这边有个手的图，要开门才能进来。有吗？没有的话，那你传我。哎，高高晚安。我不要。这边的贝壳看起来很大，但是它肉很少，虚有其表。然后你拿完这边的金人就回家。哎，高高晚安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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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等一下会端手。玩两次你好赚，要不要三次啊？高高晚安。手没断呢，哦断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看到酷酷了，走了走了，图很好吃。哎，不是牵手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来。来来来，好了，哟，来。阿兵这边只有两个吧？完蛋，完全忘记。两个吧，吧。好，感谢，感谢阿兵的努力。沙洲跟摔下来旁边高台，哎，对对对，那没记错。来喽，要剪喽。好了。
来。好了。来，好了，嗯，来，呜，等一下，好，来。不要啊！等一下，臭龙。哦，这里。来。好了。变的最后一个。来。好了。那时候本来想带你捡这边的一个金人，可是这边太黑了，不好看在哪里。你看这片墙壁，就那么一点光而已。来，好了。来，好了，好，来来来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又关掉了，宝宝，宝贝，嗯，
哦哦，是僵尸咖啡。嗯。啊？是僵尸。我在看另外一部。哦，吓死宝宝。来。Hello。来来来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。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没有。好，回家。再吃一次土。哎、欸，还在背上哎、欸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成功成功！来，坐下。这边晚点再带你，改天啊再带你来这边解。这边人多会比较好解，就是你等一下你看会看到一个很破的船，然后你解完之后就会很像夜市，会有灯，然后也可以来这边买东西。下不去，跳一下，好。我们当时就是带土窝人解这边的时候，
因为他要一直去每个地图找东西，然后就是我们拖的每个人站一个点，解完之后传送，解完之后传送，这样子。来哦，呜呼呼啊！好了，好，不过后面有几个比较麻烦，是要等那个红石的那个回忆有没有？我们不是传送去里面，然后捡一个金人，烧完红石才能捡得到金人。啊，那个红石里面的东西都是随机的。好了，回家。好了。快了快了，剩进格了。来，你现在在无意走图，你走去哪里？你还记得蜡烛位置是不是？这么强，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捡完回家。回家哦。好。这是约会吗？不是。嗯，走。约会。我跟谁约会？跟繁星约会吗？对啊。啊！嗯，羡慕嫉妒。打啦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嗯，这个，这个。你想跟他约会吗？我可以礼让给你哦，没有问题的哟。拿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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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了。
只要你想，我就让给你，立刻马上，没有问题。那你要尊重我的意见呢。怎样？你不用吧。哈？哈？我是在这个位置。看一下、喔、在哪个位置？哇，紫色的光诶！来。Hello， 嗯，要背背咯。好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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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喂喂，可以点到吗？点什么？背背啊！我不背了，你把我丢下来。不是，要背上去，要飞上去。要背背飞上去，没有。嗯，就 OK。哎，要记得拿哦。等一下，我动不了。你，抱歉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。等一下，被绑架了，被绑架了，被绑架了。我去哪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好了。哎，少拿了一个，这个明天跑图再带你拿回来。啊，卡住了，完蛋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这边是空气墙了，过不去了。走回家吧。回家了，被惩罚了。那我们再去试一次。走。越高飞越快，对啊，可是 Switch 没有画质的区分， Switch 画质就锁在 60fps。 来，
我断不了手哎、欸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断到了。难哦，好了吗？好。是彩虹，对，今天彩虹啦。好了。好，那再来杯，来一杯。接得到吗？嗯，你的蜡烛，蜡烛没了，白蜡呢？没了。为什么？嘿嘿，不是啊，你不举的话，等一下我们俩会断线。点不出来，哦、你怪我了。我没有啊。我说我点不出来，你没有干嘛？你没有干嘛？哪里没有？不是你说，你说我怪你，我说我没有啊。我没有讲这句。你说我怪你，你怪我咯？是，我说我没有咯。哦哦哦。好了，你到底在听什么？笑死。好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明天跑这边再去捡那个，反正那个是跑进格会遇到的路线啊，所以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捡的比我想象中快、欸，两个小时差不多。好了，来吧。好了，好，回家剩最后了，哎、欸，也没剩最后了，就是晋格的最后一张，有三个惊人，来，你很久没玩这款游戏了，没事。重点是我还撑，我还在撑，我还在撑。来帮我举白蜡，点得到的话。我考虑一下。嗯，早点到晚点到的区别啦。木土刚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子哦、喔，所以一开始地图都不是一次出来的、喔。哎，灵儿，好了。
一开始地图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出来的啊。哦，难怪我想说，有些地图怎么金人给这么多？来，好了，好，够够，最后一个。小萌新好可爱。对。谁？肯定不是我吧？我吗？你呀、啊？我不是小萌新吧？哦，我是小萌新。我算是小萌新吗？嗯，你会跑图吗？不会。那就是了啊。啊，不会跑图都是小萌新吗？对啊。那如果他玩了一年还是不会跑图嘞？老萌新，不是我。你当时欧弟就是说教主会跑图了，然后在那边擦眼泪。那当时就是，他当时也是看着我，就是东拐西拐，东撞西撞长大的。那当时真的都不会跑，都给人家带的。哎、欸，这是最后一个了。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再回去刚刚暴风眼剪金人吧，可以提早剪啊，剪完我们就回来就好了。你不要几个、啊？嗯，十个。我现在差几个？我现在差六个，可以再升一阶。好，那我们去拿。啊，穿帅帅。哎、欸，你人呢？在里面、啊。对，等一下，你回来。你先回来，你是坐回来。不然等一下我里面遇不到你。为什么？没有。你回来了吗？还没吗？哈哈哈，回来。不是，是真的可能会遇不到你啊！你有可能每个人房间会不一样。好，我回来了。是要手牵手，对啊，啊，走啊走啊，不是啊，等一下还会断啊，欸，好像不会，好啦，等一下进去背啊，不要背啊，我要手牵手，对，不要啊！为什么？走啦！刚刚不是要手牵手，怎么要背背？因为我刚刚想说要遁地啊，想想算了，不遁地了。一起加入干扰的一员吧。No， 我不要。No， 我不要。
失败。我有繁星。嗯。没事。还有东粉样样啊。我也是灰色的、啊。嘿嘿，你看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棒吧！我也是灰色蜡烛啊。是干的证明，对。他今天也干了，干完了啊！我们今天干了多久啊？快四小时。啊，所以从拿小金人只会拿到红色蜡烛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从就是投胎只会拿到红色蜡烛。对。投胎就是为了拿红色蜡烛。走肉好恐怖哦，走肉走肉。背上那个很重吗？不会啊。什么东西？他在说我吗？应该是我背上的炉火啦，我背上有火盆。是这样子吗？你问他、啊。你在说我吗？请问一下，路卡利哦。哦，那背上那个很重是指什么呢？我劝你好好想想。翅膀你再掰。翅膀看起来很重吗？我觉得你要说谎也不是这样说哎。要不要下来玩？要不要下来走这边？好。好。等一下哦，你等一下，就是我们先往里面走，不要走到底就好了。哎，到底了，到底的，按，到底了，到底了，不要走，走，不要走，走。那、啊、你有时候不要一直往前走，要回个头、哦。有些是藏在火旁边，好吗？就是它会藏在那个石头旁边。恭喜恭喜！啊，你现在几了？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哇哈！啊，干嘛？没有啊。怎么样才有办法到十五？十几？十二个。可能要还两年以上，要看官方愿不愿意复刻。那你怎么会有十二个？哎，我就是玩两年了。哎，走下去，捡完这个马上回家。下来。不要，我才不要念鬼。我拿到了。不拿哦，好吧。差那一个也没什么。十二。也不会差，也不会生气。没有，就是你在投胎的路上，可能多点一个，少点一个而已啊。没事。所以你要认真解释我的答案吗？我就说，
这样我跟你讲一下哦、喔，他今天复刻的这，嗯，我是说他。哦，路卡里哦，我帮不了你哦、喔。所以谁胖？你到底在说谁？谁很重？你可以好好告诉我一下是谁很重吗？那后座的皮，欸，他说你的皮肤很厚重。怎么会厚重？厚重的是这种皮肤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在掰，他现在在掰了。他紧张了。OK 啊，没问题啊 ，OK 啊，你就继续。你就最好都永远不要背人，你就最好不要背人。想想你萌新，嗯，很厉害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跑完了，啪叽啪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跪下来？他是谁？哦，你在解锁先祖啊？对。我想说，怎么突然对着小黑掏白啊？我想说，你怎么了？有小黑。你也萌新，哎、欸，阿碧，回送回送，阿冰在哪里？冰沙，哎，下一个想解锁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你蜡烛不然先省下来好，先省着别花，因为礼拜三有彩虹日。阿冰不用给啦，爱心很多了。对啊，就是，晚点贴给你彩虹日的那些大概的价目标。嗯，不想看，看一下啦。不想看。彩虹日延后，不是礼拜三吗？又延后了、喔。小妞怎么在线上？她刚刚在线。她不是去睡了？啊，干嘛的？哎、欸，小妞，咋还不睡？阿布就很会抱，我也会。你给我过来！真男人，真男人，走开！不是，哎，去去去，不是小黑电火火啊！再见。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有更特别的披风？来了，要去喝水了。不认识你。可是我认识你，我看着你长大。我不认识你，走开。如果会办的话，最晚今天，因为东粉说礼拜三会那个啊，会新增彩虹日啊。他不说火仙组把人家机房烧了。哎、欸，这会不会溺死啊？你会不会溺死啊？不会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这边是深水区哦。看到我吗？看得到啊。冲他小，我冲他小，你把我弄出来了，哎呀，都看臭男人，哎、欸，四点了，你该睡了。臭男人，你看。怎样？你看，
看，你就很有钱啊，所以怎么了？我都有出啊。你很有钱。那你把上面的截一截。没有，你先用刚刚那个。那个？刚解锁的啊，摸头二阶。在哪里？在摸头，在背背下面，左边有个摸头的图。这个。啊，最上面是什么？最上面。跳舞吧，其实最上面没什么好解的，哎，它互动蛮无聊的。很小啊，这可以啊。你要不要先试试看这个一阶的？你好重啊！你要抱我吧？是你要抱我吧？好，然后用在朋友身上的红蜡不会增加永久意哦。好了，第二阶的你试试看。不要。我是不是？对。耶、yeah, ，这个好赞。这个是前阵子复刻的啦，那时候我也等很久啊。贝贝，贝贝。要去哪？我要去刷牙。哦。贝贝。再见。挂着。啊，睡觉，对，我其实应该要睡了吧，因为我刚睚醒就直接去练身体，我想说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造成有点想哭。哎，终于12亿了吗？我还有哪里啊、破碎剂的五个吧，然后破碎剂五个跟试炼的四个，九个，哎、欸，要多九个出来，不对，看一下哦、喔，所以我现在可以210个，现在210个惊人，还是你要背我？意外发现闷着头睡觉鬼压床，哎，我那时候为了，哎，那时候就是小朋友在楼下睡，结果因为电灯是打开，怕他们眼睛不好，还有很吵，就直接把枕头压在我的头上面那边睡觉。嗯，贝拉晚安。哎，明天没意外就又回来玩萨尔达了，因为好多东西没玩欸，最近太嗜睡了，太想睡觉了，白天没办法睡，结果傍晚就睡死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看一下我能解锁了什么。哦，原来有笛哦，这个就是笛子哦。
28个。换。哎，剩一个了，剩一个了。14。鬼机。哎，小小，你有好久不见。都忘了问魔法是不是有使用次数限制？有，你剩多少就只能用几次。然后它现在有个显示 bug， 就是最下面这边可能会看不到你剩下几次魔法。手机版啊，手机好像有这个问题。好，拜拜。好喔、哦、怎么了？好喔、哦、好喔、哦、欧弟拜拜。好喔、哦、欧弟在这啊。叫他带我们去看景点，欧弟懂得比较多。我看到一个小黑人带着我们去景点。 OK， 欧弟你没加人家哦。啊，欧弟现在没什么辣，你要不要给 QR code 什么？哦，妈妈的小黑人，我去看了彩虹日的地图，很酷。对啊，就是他需要八个人。去哪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、哦、哪边好看。其实还有逛星球哦，对耶，星球披风。欧弟你有吗？没有我弄哦。哎、欸，你有哎，好哎，来带你去看星，看星星。那个下面刚刚说去星球啊，你那个又是谁？嗯，小妞，小妞刚在哪？他去跑图了。你点确定哦、喔嗯，要点确定哦、喔。什么点确定？他是有问要你要不要加入好友，有吗？有出现吗？没有啊。哇？没有啊。掉了啊。等我，我只看到你们都一起啊，欧弟，你们加好友这样也可以吗？不行吧？啊，我来。OK， 带你去，带、okay. 你去看星星。OK， 欧弟有心结，你走开，我不点了你。心结大师，心结大师，哎，你看完蛋了，红不好喽。哎呀，比。干嘛？这个是谁？这另外一个又是谁？就是那个、啊、阿冰冰冰冰。阿冰冰冰冰。OK， 所以现在这个是欧弟。灵儿有你好友啊，但是他说刚刚说去星球的。Okay. 对，这是欧弟。OK， 好了。哦，有了，那我换为披风了。哇，还是觉得这个好可爱。阿冰是妹子吗？哇，可爱的妹子呢？整天说自己是帅哥的，你觉得是妹子吗？这个香喷喷的妹子，你也不是有好友吗？有啊，我有啊，我没有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会发？他是刚刚余光有看到那个啦，去星球。没有，是因为我刚刚没有显示他啊啊，刚好是从你那边看到的，所以我刚刚说你那个人是谁、嗯，可是没显示名字。余光看到没有显示名字。好喂，看到一堆点点点。啊，你看他打字还是一堆点点点？对啊。
怎么？哎、啊，可能要过图。欸、你牵我，牵我，牵我。哎、欸，不用啦。哎、欸、阿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牵，你们牵，我带，不然等一下阿兵过不去。什么是？啊？怎么？没捡到对话吗？啊，捡得到、喔。哦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这样什么东西、嗯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是怕说没有解到东西。来，没有看不到他的字啊。哦，还没解到对话啦，再来，因为他用 QR code 的话是可以解开，直接不用花蜡烛解开对话泡泡。有了。好啊，另外一个我就看不到冰冰打字。嗯。OK。等一下喔。啊，不是做作吗？嗯，刚刚想说你不点，有啊，我要点啊，可是我没上去。先背背你在前面，你是我专属座位。有没有加入好友？嗯。啊，就我不能过去，我不玩了。哇，哇。我来啦，我来欧弟哦，你看啊，来啦，这次换我啦。啊。还是杯杯没办法，有啊，可是刚欧弟杯我哎，欧弟来，快点。欧妹，快点，欧妹！是因为我没有跟冰冰加，有吗？我跟冰冰没有加好友。不是，你有，你过来吗？哦，对啊，这样就好了。有了。那这个就是……啊，所以刚刚为什么是什么问题？我觉得是刚加好友的问题耶。来这边挑一个喜欢的位置。所以是冰冰吗？就是刚加好友可能有这个问题啦。怎么选一个位置？你看你喜欢车，不，机头、机尾还是当驾驶员？你看你喜欢当哪一个？他都可以坐，就挑个地方。你喜欢当机长也可以，然后就会出发了。冲啊！然后这边两个在机尾，在上面不会被吹下来，是不是？嗯，这边翅膀无限飞，你就算被吹掉了，你也可以飞回来。这个地方是要花台币的披风才能进来，就是我跟欧弟这个披风，这是之前小王子记的时候的。开飞机咯。然后它其实有，它会自动开，你可以起来了。它会经过一些那个星球，然后会有一些小王子的东西，有够贵的披风。没错，魏生生。有没有？但是你可以一直飞啦。哎呦呦呦！有没有看到这个？这个是第一个星球。哦，第一个星球。因为它上面会有一些 NPC， 那 NPC 就是小王子里面的东西。繁星呢？嗯，怎样？在这，这个啊，你来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星球，做一个，没有，有很多，它后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些故事。
草星球325，就是个，他是小王子。然后这里，这里是下一个 NPC 的地方。啊！画面在抽搐，对啊，会抽这个，这个是好像什么商人吧？它就是跟小王子有联动，就是联动的地图。你不是看我跟小妞后面的那个一条线的披风吗？就是小王子的披风。那个喝酒的。我是喝酒啊，看不到脸。我也不知道。小王子的小王子童话其实不是我的童年，所以我是我没有我对这一季其实还好。不知不觉4:20啊，对啊，没错啊，还睡了。啊，带你逛啊。这边会有几个星球，他是介绍说，就是这个星球会从刚初始到最后凋零的画面。哦，对不起，眼睛很亮，画面很亮。这个，就一开始是一颗绿色星球，然后就是上面可以开始蓬勃发展嘛，然后到后面凋零下去的。这颗是一开始最初的星球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再是下一颗，就是它慢慢过去，就是慢慢长大的星球。就旁边这个凸起来的东西，豆豆长大了。比较明显是下一个了啦，会有那些树开始长大。哦，是冒烟，对不起，是冒烟，火山。对，可以传回飞机。然后这是树。你要不要自己跑跑看？不要，我可以不要动，为什么要动？上来，飞。然后我比较喜欢是下一张吧，会变成黄昏。哦，对，这张，这里就是黄昏了。这边这颗星球比较喜欢。那这是最后的星球。就是当时小王子那时候是他来找拯救星球的方法。因为它的玫瑰一直凋零，打喷嚏，打喷嚏捂住你嘴巴，这个很冷，那你手会很脏哦，都我的口水哦，好恶心，可以不要这么恶吗？不是你捂住嘴巴，喷嚏打出来肯定是啊，捂住。就让你把嘴巴展开好吗？屋又不是压住。这个是最后毁掉的星球了。我慢慢只是星球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欸，他们那时候有出一个那个小王子的那个哦，面包树，对对对，小王子的那个口红啊，怎么有出小王子口红？就是那个唇膏，嗯，知道超贵吗？还是官方出的？应该超贵，还有没有？应该是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啊，你说很贵。哦，加着唇膏超贵的，不是都卖品牌的啊？啊，我有买耶！哇，是我当初忘，就是没有追加嗨小丸子是这个的小丸子，然后就是一堆那个网红就是很推说这个小丸子唇膏很好用哦，然后我就是。看很多人在用很推，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，然后发现哦，一个超贵哦，超级超级贵哦，就是很正常的一个。可是说实在，它真的很漂亮，它那个唇膏是，就是有点星空色，然后还有点小金，就是一点点小金色的，就是很像那种小星星。它的唇膏非常的漂亮。我不知道小王子哎、欸，老实讲。然后一个超级贵，就想说看，看，结果一堆人推，就我后来用的时候，发现其实没有很好用。嗯。然后我会很常用它，是为了它太贵了，不要白不要。可是我最后还是。就这样，哎，它经不起热，你知道吗？唇膏啊，我那时候，而且我也没有特，就是放凉处，然后它还融化掉，几百。那就是我会把它丢掉，是因为它融化了。这样。它融化变好丑，我就把它丢掉。这样。然后之后就有个盗版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麼小公主唇膏，跟小丸子做的几乎一模一样。好啦，关台吧。我一直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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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抖。可能台湾太热，我最近被烤熟了。我也是啊，今天，哎，本来想说小孩子都不在的，就今天特别热，难睡死了。好啦，各位说晚安啦。啊，就去诺英那边。啊，眼睛。啊，我等一下去洗澡了，健身完还没洗澡。Alice 晚安，胖胖晚安，没了。欧弟晚安，灵儿晚安，冰冰晚安。哎，花英晚安。哎，我去干。看诺英。